这是留学兵法第十讲，跟美国高中老师关系的重要性。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Wu。 我跟我太太啊，我们在北京认识的，然后结婚之后呢，她跟我来到美国，她看我跟我的学生这些老师工作当中啊，她就感慨说，哎呦，让美国老师跟中国高中老师啊，工作性质还挺不一样的。怎么说呢？在国内，老师的主要目的是把知识给你教牢了，准备你高考，是吧？主要就是知识这方面。美国老师呢，这是一部分，但是他权限呢更高一点，因为他每一个小考大考，每个作业判的分儿是直接大学会看到，参考你这个申请，参考奖学金，直接就看老师记的分儿。留学兵法第二和第三里面就讲了这个的分量，所以他权限很大，并且就是假如说你是个89分是吧，你完全可以跟老师说，老师这个我很努力是吧，然后有些小意外，你能不能多给我点作业，多给我个任务，帮我上90分。他也愿意，他完全可以这样，他会考虑到你的综合条件，是否努力，然后应该不应该有这个机会。其实美国的教育系统啊，他非常信任依赖老师，从这个分儿，包括老师对你的印象，在推荐信里边显示出来的你的性格什么样，他非常相信老师的话。一般的大学都会要2-3封推荐信哈，这推荐信美国老师全会告诉你。如果咱俩没有特殊的比较近的关系，你如果只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是吧，但是课外咱们没有关系，别的关系，你别找我来写推荐信。因为那推荐信里边问的问题就是，你认识这孩子是认识他学生，还是他跟你有其他的课外活动的接触，还有你认识不认识他个人，他了解不了解他生活这些事儿，他就会如实回答，就是我们就是学生，老师就是没有其他机会了解你生活，你的是什么样的孩子。我们上高中的时候，一学生那时候啊，就是纸式的推荐信，老师写完了，再印上盖上章给我们寄走。我一朋友不知道怎么着，反正他拿到了一封信没寄走哈、啊，打开一看。哎呀，我特生气，大骂呀，就怎么写的这么普通呢，用的词儿也不是特别好的，还就大白话说的，但是很直接很真实。所有的美国老师都这样，因为整个这系统依靠信任他们的如实汇报，报分报推荐信的你啊，就是说啊，你要培养跟老师的关系，不光是学习好，在课堂表现好，你得找机会跟他聊天，慢慢的 self disclosure 多，你说你的生活，哎，说多了，常他也会说他生活，哎，慢慢你就熟悉他，了解你的背景，知道你是从什么样的家庭也好，学习背景也好，现在怎么样，心情，你十几岁碰到的困惑，他知道你，他也会帮你，其实加强了感情，他认识你，他更愿意为你当那个 advocate。 你希望给你写推荐信的老师不只是看着你各方面的优秀，你希望他是看到你的喜怒哀乐之后还想帮你，这样的推荐信真实。我拿到我这大学 stamps 最高荣誉的全额总统奖学金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就读一封推荐信，读完了之后，我那老师写的反正最后一句就是，如果 David 是我的儿子我都会特别骄傲，就是这样的推荐信，从心窝里边写的，大学录取官全能看出来，他能感叹到这个老师真正相信你，想推你一把，是吧？所以这关系很重要。接下来几个视频，咱们讲怎么跟高中老师开始聊天起来。那怎么聊？不了解你，咱也不是怎么从 small talk 说起来。然后呢，还有视频说怎么跟大学教授建起关系，慢慢聊起来，好吧？咱们之后的视频再见。Thank you.